經嘅少華書。咁希望如果大家生活上可能有啲不如意，聽完呢一首歌可能會有啲釋放，有啲開懷。希望大家都喜歡我剛才分享的小
謀書。咁以下呢一隻歌呢，我想同所有人分享嘅，因為我覺得呢隻歌好有意義。咁我希望大家都可以